但大家买的是冷笑，你说几号哪几颗冷笑啊？那五十来颗，卖了多少颗了？这个大姜怪好卖啊！这个冷笑养几年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。这就当时就开花了。明年能开花吧？今年就开。今年就开啊？这不容的，今年开花不开花，它一天天不要来的。这个管理的。哦，包货。哦，有包货。是。几月份开花？四月的，花期长吧？花期半年，最多八个月的。哦，花期半年。六个月。能开六个月？这个开的八月底，接近九月。哦，四月能开到九月，现在种能花吧？能花。是，凌霄好养啊。那家种多少？种了三四亩。哦，你哦，家里种的那个大的少，小的多啊，长。哦，大的好卖，都上家里买去。长是大的是吧？哎，有两公分啊。哎，两公分，家里还有两个半的。里头是一公分半的啊。这个29棵。差还有29棵啊。哎，这个老板想多上要。我这个有，我还说的，都是红枝的，有肉皮块的，有60块的，40块的。哦，你说都预定了？我这个就不买。哦，地里那些领销都让预定了。今天就买那边好。有多高啊？有1米多？1米半高。实行不能哈。哎，这两个定价1米的。开这个喇叭花哈，开个喇叭花好看。哦，他开的最晚，开的时间最长。哦，这阵开的早，这个开的晚。这个春天都开，这个这阵花期短，一个来月。这个六个来月，花期半年花的都。是这花期长。那手里表已经四个了，花期我天天用。哦，都在这脱臼啊，现在成活率是一点问题没有，冬天也不发冻，真漂亮这些领袖。